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去瑞本小姐来拍婚纱啦。其实这一家瑞本小姐在我们台中其实算是非常有名的，现在就去体验看看吧。老婆现在应该已经在里面化妆了。现在已经换好妆啦，那我今天就是戴一个蝴蝶结，然后穿这个白色衬衫，还有灰色的背心。现在这个背心其实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，但是这个必须的，让我非常瘦的感觉。胖成这样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。就开始拍婚纱。接受我们的摄影师叫做小毛老师。嗨，我是小毛。这是第一次瑞本的开箱。已经避光了。还有小森迪小帮手，我是森迪。哈，开箱一定要剪进去婚礼影片里面。这边中午啊，就有提供这个午餐可以吃。现在是休息，休息时间，耶，慢慢，我们就开始吃饭。就这样，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。谢谢瑞本团队带领我们回到初中，重新又认识了对方一遍。瑞本用心，你看得见，真心推荐婚纱摄影瑞本小姐。这次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你可以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那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我更新的内容呢，你可以订阅我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